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，所以我希望大家更多人站出来为我们的将来付出。然后昨天我决定上来的时候，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我爸，我讲台语，我高雄人，我说爸，我都没调啊，我要去台北。我说我21岁，活了21年，印象中没有上过几次台北，但是今天我为了这件事情上台北，我觉得我为了自己觉得我很骄傲，我为了我们自己的将来来付出，我觉得我很开心。然后我今天看到今天这边有这么多的伙伴，那么多的朋友，我觉得我不孤单，我们是很坚强的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冯甲带这个吴同学，他们昨天半夜2点就到这里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场有一些物资的捐献，来有晚餐跟炒米粉。那如果要的话，我们看到这边有我们的这个朋友在发，那你要在他面前举手。好，他经过你面前，我们就举手。好，可以来游乐设吗？来，有一些资格，游乐设要到吗？好，那我们这边是开放。那晚一点可能还会再有一些食物，请大家先别急哦，请大家先别急。好，有没有很饿的先要的？我说要旁边的人就举手，那我们的志工会发放。好，这边还有。我要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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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